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是选择，是你选择了我，选择 Alberto Edu， 选择了在座每一位你们前面、后面、旁边的伙伴们，也是因为这个选择，让我和你，我们由远变得很靠近。不管是逐梦的旅途中，还是人生路上，总会有人上车、下车。可是非常的感恩，有你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在一次次的平衡事业跟家庭中，你们坚持了7年、2555天、61320个小时。谢谢你们的陪伴与相守。这个世界很喧嚣，有一点吵闹，做自己就好。玫瑰能量的绽放，闪耀着光芒，照亮了前方。相信梦想，我就是我的光，乘风破浪，坚持有希望，任世界旋转，我自由飞翔。千锤百炼，奔向明天。可我该怎么做才不算蹉跎？我来这人间一趟，不惧雨雪风霜，只想快乐一场。相信梦想，我就是我的光，乘风破浪，坚持有希望，生命的微光在心头发烫，何惧远方，如愿以偿。没有人可以把你重新定义， A Perfect Two 就是要你为自己成为更好的你。